剧情，那喜欢来到我的频道，耶、yeah! ！今天呢，我要来唱一首我在姜老师频道有唱过的一首歌，它的名字就叫做《爱的迫降的 Flower》。对，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一直说这天音拜托敲完这首的完整版，然后我想说，那不然就直接 one take 全首整首好了。对，那我现在就要来唱喽 ，OK， 好。不小心在路上看到比指缝的间距还小的花，而我的心被你吸引，随着你摇摆不停。下雨时会掉落吗？下雪时会冰冻吗？ So I'm worried about you and I'm worried about you心从来都是属于你，只有你拥有我的担心。Always your way， 我会在你面前。如果有那种幸福的感觉，是因为你在我身边。Always， 不要忘记，我永远在这里。风轻轻吹拂，伴随着那颗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，因你未名的那朵花，忽然我成阳光，每天为你照亮，守护在你身旁，不再害怕的绽放。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按这个订阅，还按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有什么话想跟我讲呢，请留言 ，OK， 留言。好喽，今天就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喜欢吗？好 ，OK， 喜欢就好了，拜拜，耶、yeah!。